可以发了，可以。يجب أن تستلية لا يجب في سلة الشهال أن تبكي. شكرا الحمد لله. 我叫李瑶，国际医疗小组中的一名志愿者。我放弃了国内稳定安逸的工作，来到这里，就是希望可以传递些许对生命的理解和渴望。战争是残酷的，这毫无疑问。每天和他们生活在一起，我感受到他们在巨大战争阴影下渺小的无助，也感受到他们对于未来的渴望。我无法给他们未来，但至少可以帮助他们走向未来。对于我来说，这样就够了。但是有些人却不这么想，比如他们。
نحذر كل الأولاك الذين تجاليونا على تعاوني مع جيش الحكومة وستكون لواجبكم هكذا. الله أكبر.李瑶，我们是来带你回家的。